来开播大中华新闻的现场，我是吴秀文。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闰四月十八。根据通俗的记载，明仔在位伫咧正北边，好时是午时，中昼十一点到一点，适合着祭祀甲祈福。另外，阁有啥物禁忌提醒，咱做伙来关心。继续来关心到地方政治。国民党中华县东部政主委苏明国因病来请辞，六号早起由着原新竹市东部主委谢碧仪来接任。新任主委谢碧仪来强调，做好党中央甲基层之间的沟通的桥梁是即马上重要的任务。咱来看记者伫就任现场的报道。自任用谢伯义同志为彰化县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副秘书长吴兆源宣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颁发的派令，原本担任新竹市东部主委的谢碧仪正式接下彰化县东部主委的职务。谢碧仪是汕头人，回来故乡服务，首先面对的代志就是做好基层的服务，好好了解地方的需求，积极替刷落来选择铺路。东部的部分当然是照中央的规定，这只是咱一步一卡印，基层的经营该做好来。对以后的这个选举吼，可能就较有帮助。当然要统合大家所有的力量，做伙来爱党爱地方的人做一摆，才会当让咱地方党务也是好，地方的发展也好，才有一个好的未来。因为现阶段国民党中央一挂政策，包括油电商企甲美股问题，拢得不到民众的认同。对此，谢碧仪嘛讲，扮演好中央甲地方沟通的桥梁是真重要的工作。中央政策如果若甲民意有小可有脱节的时阵，咱一定要重视来反映。可以较了解贴近民意吼，安尼才会当全民施政，大家才能认同。若讲这里发生一挂这里脱钩或者是不太契合的时候，我们当然有义务、有责任爱甲反映出来。这是咱。谢主委强调，地方党部有义务将基层民众的心声反映出来，甲人民徛做伙是一直拍拼的方向。大将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彰化县目前有130多万的人口数，住伫各县市，甚至是海外彰化东乡，更加是不计其数。因为这几年彰化县所举办的各项活动当中，彰化东乡会是尽心尽力，因此县政府是特别编列着预算来加以补助，协助来继续营销咱彰化县。只是这条关达1000万的追加预算，阁需要县议会审查。彰化县议会第一审查小组针对县府社会处提出的追加预算进行审查，其中社会处提出高达1000万的追加预算，要补助各县市的彰化东乡会，因为预算年度只剩半年，是不是要偏这么多？真多议员是真有意见。预算怎么使用？我觉得这是重点。你有那么短的时间要用这么多的钱，我会觉得说，是不是你们本来就有计划，还是说你们？我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因为我觉得一个计划的开始到执行不可能这么仓促，因为这个金额确实是也是蛮多的啦。你这个同乡会回来我们家乡，我也要求你一点，一定要彰化县的旅外同乡会不可以说吼，有一些挂羊团的人人参参回来咱彰化县政府就可以请他们不能把这个钱随便花。面对这么多议员的意见，社会处表示，各县市都有补助东乡会预算，除了作为日后举办活动的经费以外，更加要来邀请彰化东乡家长来故乡参访。我会在这个今年的，就变明年预算之后啊，我也把这个经费再变大。因为这条1000万的追加预算是县府头一届编列，加上年度只剩一半，最后小组是以3-200万来通过，同时要在后届会期时阵附上实际的绩效。大家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第52届全国中区科学展览，鹿港高中是来传出着好消息。其中的蔡启典、陈坤奇、甲黄进成这三位同学的专题嘛得到特优，嘛代表着中区学校去参加考展。另外，海事水产联盟的专题竞赛嘛得到2金2银的成就，会当恭喜非常的好。
画面中，这只船的模型甲鱼网啊，两种结合作伙，变成小网啊拖船。这项是予鹿港高中伫咧这海事水产企业联名的专题当中得到第一名。就是很重，然后拖的时候航速会很慢，那、我们加了保特瓶之后航速就差很多。嗯，怎么差？是因为加了这增加怎么样？增加它的浮力，让它没有那么重。然后加鱼的话，就是因为。箱网很大，啊、鱼加进去就没什么差别、就是因为你跟着跑，鱼也会跟着跑啊，没什么差别。另外，阁有学生发挥卡斯，想讲伫这饲料内面添加这个印度的咸菜，看是毋是对五桂鱼的成长会较好。结果一试验效果真好，嘛，让因来得到全国中区科学展览的特邀。我们在养殖场喂鱼的时候呢，就有发现那个。养殖池里面的五国鱼呢，它在啃食印度苋菜的叶柄，所以我们就想，如果把它当成饲料的话，会不会提高，会不会对它的成长有所帮助？啊，结果呢？结果发现之后呢，是以3%，以添加3%的量最有帮助。这些比赛学生都是利用下课时间假日一直做研究，为失败当中一直来改进，才有今日的成绩。看在校长陈汉明的眼里，是真欢喜又骄傲。这代表我们技职体系的学生，除了有实务之外，也有实验、也有实习、那当然也有研究的精神。目前这些比赛十个作品也放在学校的展览室，让同学来参观，希望跟全校的师生做伙来分享荣誉，大家做伙打拼，替自己跟学校争取更多奖牌回来。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福兴乡的立新国小在跳绳队，每天早起8点外就会集中来进行体能的训练。在咧训练的过程当中，有当时啊，这小朋友的头啦、面啊，拢会去跳绳啊，受着伤。虽然辛苦，不过这小朋友是拢讲不要紧，因为跳绳啊是因上喜欢的运动。要运动进前，当然爱先来一下暖身操，运动运动筋骨。你好，脚踝，好膝盖，1、2、3、4。我一条索啊，大大六个海，40支脚可以做伙，竟然每支脚拢会当精准地跳过索啊。觉得大家吼要和气一点，不要吵架，这样还能跳得好。立新国小至22位跳绳队的选手实在真厉害，唔但默契十足，就连体力嘛真好。咱把速度放慢来看，每一个人的节奏拢无同款哦。索啊，啪一声落来，有人个脚压起啊，有人个脚搁伫咧原地，前后就亲像扑龙同款。不过爱有好的成绩，嘛是爱付出代价。真侪学生伫咧练习当中，这头甲面拢互跳绳烧着，是痛甲慢慢好。啊，就是有的时候会打到脸啊，或者是头啊，就是会打到手也会啊，脚也会，都会打到。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刚开始啊练习跳绳的时候，这个绳子哈、甩绳的一个动作非常快，那不小心啊就会被打到耳朵，打到头，甚至打到手，那非常的一个痛。但是啊，我们小朋友啊，都不会因为这样而放弃哈啊参加比赛的一个念头啊，因为这个是对他们来讲啊是啊6年哈、在日新国小、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有这个机会去参与校外的比赛。因拢是同班同学，做伙读册受训，做伙参加比赛，3分钟会当跳250下，不但跳出好成绩，而且这愈跳感情是愈好。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福兴采访报道。6月7日，大中华地区阁有发生什么大小的代志？咱继续来看到大中华报你知。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彰化县环境保护局为着要响应甲落实地球的永续发展，伫溪湖糖厂举办跳蚤市场的活动，希望民众从日常生活当中用袂到计使使用的物品，早去跳蚤市场当中交换甲贩卖，唔来使降低对环境的冲击，减少地球资源无必要的浪费，嘛是上简单减碳救地球的方法。
入夏了后开始进入瓜果类蔬菜的生产期，连日高温的天气，蔬菜的量增加，中华溪湖市场的菜价落价起少。不过菜瓜因为五月份的雨势不断，产量减少，颠倒来起价。瓜农就表示，因为收成大减，就算起价嘛，赚无偌济钱。彰化县三条国小校长林淑珍真喜欢作文，推广偏乡小学接受乡土文化、音乐栽培。林淑珍在半年前也跟人名校长组成掌声四起的乐团，伊倾入萨克斯风去音小朋友聆听，也希望会使借此激励小朋友接受音乐，美化人生。咱讲外角楼、二角楼、陕西老人会，即届特别开办着英文课程，予老大人嘛有接受英文的机会。进一段广告，咱马上转来新闻现场，看遮个四大人学习的成果。